亲爱的五星蚂蚁们，恭喜你们终于集齐了所有的小灵珠。有我火葱葱在，再大的困难都是小菜一碟。博士，接下来我们怎么把能量释放出地球？有博士没难事，我已经修复好了定界天碑，现在是时候把五常灵珠放回原处了。哇爱心蜘蛛，力量蜘蛛，智慧蜘蛛，诚信蜘蛛，美丽蜘蛛，五常灵珠集结。见证奇迹的时候到了，开启释放五常能量，让地球变得更加美好。等等，火葱葱。为什么？你们必须爬到地球最高的地方，才能将能量完全扩散出去。早说嘛，浪费我表情。可恶可恶，雷震震和风小小这两个蠢货竟然把任务全搞砸了。可恶的五星蚂蚁，下次我一定要你们好看。老大，没有下次了，五星蚂蚁们已经把40个小灵珠全收集完了。什么？全收集完了？哎呀，这下坏了，抢不到五常灵珠，天明将军一定会发飙的。任务失败。老大，咱们还是找个地方避避风头吧。闭嘴，本天才的字典里没有失败这两个字。天明将军。天明将军真的找我们了。躲起来。雷震震，风小小。快跑。雷震震，风小小，你们要去哪儿啊？没去哪儿啊。你们两个饭桶竟然让五星蚂蚁召集了所有的灵珠。这不是更好了吗？我们可以一次把五常灵珠全夺过来。对对，我们是故意让他们先收集完的。哦，是吗？那我就再给你们一次机会，如果任务再失败，我就让你们俩永远回不了布兰星。雷震震，你身上有着劲风之卷的力量，但是却一直没有发挥出来。现在我要用暗黑之力帮你解除封印。黑魔龙眼。五星蚂蚁，这次我要彻底打败你们。还有你，风小小，我要赐予你新的力量。哇塞，我也有自己的金甲了。去吧，把定界天碑抢回来，这是你们最后的机会。是天明将军。是天明将军。弱小的五星蚂蚁们，把五常灵珠交出来。人呢？老大快看，这张地图上有个标记，珠穆朗玛峰，那是地球的第一高峰。他们一定是去那儿释放灵珠的能量了。小蚂蚁，小蚂蚁，燃烧吧金木水火土，小蚂蚁，小小小蚂蚁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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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别唱了，火葱葱，你就不能省点力气吗？咱们现在爬的可是地球第一高峰呢。淡定淡定，博士说了，我们不用爬到峰顶，只要达到一定高度，就可以释放灵珠的能量了。呼叫博士，博士。我们还要爬多久呀？有博士没难事，让我算一下。
以你们现在的高度，只要再向上300米，就可以开启定界天碑了。咦，胜利就在眼前了！错了，在你们眼前的只有失败。雷震震，你怎么晒得这么黑了？刚去完非洲旅游吗？霹雳雷电！土豆豆，大家小心，那是劲风之卷的力量，现在雷震震十分危险呢。我也是危险人物，暴力旋风。这两个家伙怎么变得这么厉害了？到底是什么力量把邪恶的雷震震释放出来了？现在不是跟他们纠缠的时候，我们得赶紧完成任务。幻灵水炮。想跑？哼，没那么容易。这里没有路了，怎么办？这个高度应该差不多了，可以释放灵珠的能量了。哼，我给你们机会的，风小小，我们上。我懂的，老大。风之电跳。大家小心，他又回来了。火匆匆，你去释放灵珠的能量，这里跟我们盯着。没时间了，快去。火流星。开启武昌灵珠能量释放。方小小。好的，老大。释放失败了啊！武昌灵珠上的光芒消失了，怎么会这样？武昌灵珠一定是被劲风之卷的邪恶能量侵蚀了。老大，你怎么了？你没事吧？我感觉到体内流动着一股前所未有的强大力量。糟了，一定是刚才的碰撞让雷震震吸走了武昌灵珠的部分能量。天旋雷杀。想掉到谷底了。呦呦呦，原来你们还活着呀，真是打不死的小强啊。雷电又要来了。天旋雷破。往上跑，这有个山洞。哼，看本天才下去怎么收拾你们。这个好像不是山洞，更像是间密室。快看，是布兰星和平之神的神像。奇怪，地球上怎么会有布兰星的神像？
这里刻的文字，我好像在哪里见过。让我瞧瞧，这是啊，是布兰星的远古文字。地球上怎么会有布兰星的远古文字呢？啊，我想起来了，当年布兰星派出五大使者来到地球学习中华文化，这里很可能就是他们的基地。这么说，无常灵珠就是在这里凝聚而成的。躲猫猫游戏结束了，五行蚂蚁们。妈妈咪呀，咱们没地方躲了。门又关了。出来，你们这群胆小鬼。这大门恐怕撑不了多久啊。现在我们被困在这里，五常灵珠也坏掉了，这可怎么办啊？这样耗下去也不是办法，倒不如出去跟他们一决高下。可是我们的神尊机甲都损坏了，就凭我们自己的力量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。这也不行那也不行，不如把定界天碑交出去算了。土豆的，不许你说气馁的话。那你还有什么好办法吗？好了，我知道现在的情况对咱们很不利，但只要有一线希望，我们就绝不能放弃，因为这是布兰星托付给我们的使命。既然当年这里是五常灵珠凝聚而成的地方，也许这里有解决的办法。找到了。博士，你找到什么了？我刚刚把这段远古文字翻译了出来，原来五常灵珠的奥秘就藏在基地的墙壁上面。太好了，大家仔细找找。这里那边这里有点奇怪。我好像找到了。怎么只有一个心字？根据记载，五常灵珠是源自于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这五种文化精神能量，而这些能量的多少取决于内心对五常文化的理解。我明白了，五大使者在地球经历了各种考验，从内心上领悟了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的五常文化，才凝聚了充满正能量的五常灵珠。这就是说，能让灵珠复活的就是内心的五常能量。同伴们，自从来到了地球，我们领会了不少五常的文化。现在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，让我们一起心连心，让五常灵珠再次绽放光芒吧。可恶的五行蚂蚁，天旋雷波，螳臂当车。你们以为一道破铁门就能阻碍我超级天才雷震震吗？鲁大，看，怎么回事？鲁大，五行蚂蚁要升天了吗？回应我们的呼唤吧，五常能量！雷震震，自古以来邪不能胜正。今天我就让你们变成黑炭头！无敌风火轮！暴力旋风，幻灵水炮，谢谢，真灵暴雨，火电天王，不堪一击。天旋雷波，粘土墙硬化。双龙出海，鲁大小心！鲁大出现啊！哼，多管闲事儿，先管好你自己。雷震震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做？他可是为了你才受伤的。
只有弱者才会受伤啊！我雷震震，天不怕地不怕，谁挡我，我就灭了他！强大的能量，绝招，雷神天罚！我要把你们都劈成碎片！雷震震，你太狂妄了！可恶，这家伙太强了！五常能量也不过如此嘛！霍聪聪，你们是布兰星选出来最优秀的五行战士，但是你们还没有把五行能量完全发挥出来。只要你们能领会五行相生互补的道理，力量就能得到前所未有的增强，这也就是团结的力量。我明白了，小伙伴们，五行蚂蚁精神永不言败，为了梦想，我们要战斗至最后一刻，我们一起上。是，就凭你们，连我一根毫毛都上不到。别小看五行的力量，大力金刚拳，森林暴雨粘土炮弹，幻灵冰炮，燃烧吧，烈焰龙弹，以后还敢不敢小瞧我们五行蚂蚁？霍聪聪干得好！霍聪聪，你的这招太厉害了，这是大家的功劳，只要我们同心协力，就能发挥出最强的战斗力。说得对，五行蚂蚁就是一个整体，五行蚂蚁齐心协力，团结就是力量。老大，我不会丢下你不管的。就这样，五行蚂蚁们凭着顽强的斗志击败了黑魔军团，获得胜利，五常灵珠的能量也终于得到了释放。遥远的家乡布兰星正等待着他们的凯旋归来。再见了，美丽的地球。这个怎么办呀？我们终于可以回家了。哈哈，一定有超大型的欢迎 party 在等着我们。好期待呀、怎么回事？前方好像出现了什么东西。啊，是虫洞，变航道躲开！太晚了！